本分局昨日下午持搜索票至安南区执行搜索，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涉嫌从事毒品分装，查扣23起毒品粉末1800多公克，混合用果汁粉8200多公克，封膜机、磅秤、包装袋、作案用手机等物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送办，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。本分局将落实毒品查缉，根除毒品来源，展现警方打击毒品决心，营造良好治安环境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章，谢谢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外面啊，都没安全了，好吗？好。来，好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吗？查片情况没有？对，查片情况没有。好，你看一下收的吧。好，可以。